现在太好好好好好，这个三合院。平安啊，啊，平安就是福了。要照团体合照啊，啊，另外一个阿伯。当一绑一个。本来就这样好。很多人都要说要来住这里耶。这是很美的地方。很美哦。是啊，对啊。后面就是山，然后。你要那个空气。其实你，但是你刚才讲问题，我觉得，特别是这种老房子，哪一个没有？他就需要花。我们高雄那个也是刚老厝嘛，六十几栋的老厝。啊，你看你有介意吗？我会使吗？我根本就赞了，三合一。安尼这会使啊。嗯。是会老好尔啦，啊，佫无变数。可能要做一些修缮啊。嘿，啊你家己开嘛袂好啊。好啦，可能要到时候要也要看一下里面的感觉。里面呐、喔，我是捌看过的，内底。来的有就垃圾的，有做些物件，是无物件啦，无物件，真垃圾，清空啊，嘿，对对对，扫扫的就，对啊，有人有人住的清气，嘿啦，有人，但是无啦，嘿啦，就是没有人住。来翕相哦，翕相，拍照，还要自拍这样大家才进得去。是咩阿尼啊？徛这边还是徛遐？徛遮，妙法莲华，从妙法莲华对吧？嘿，妙法莲华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自己找位置齁，来看我手机这边，来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有看到我吗？有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嗨，好，一二三，耶！耶！来，这张我们说阿弥陀佛，一二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再一个，换妙法莲华经，妙法莲华经，耶！耶！OK。好，感謝，不，谢谢招待了，少一个妙华，谢谢招待，东西好吃，谢谢，好，下次再过来这边，下次一定要来哈，好，好，带不同艺术家过来，我带那个太，没有啊。啊，你们还要去哪里？只是有事情啊，他们呢？他们没有事情的人，先回去我们那边。他们要把我送回去，让我有机车啊，他们再来想。对，不然先骑他摩托车。不然，阿妮，还是等一下再上来。不要紧，我先看他们，因为他们晚一点可能也要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对，下次来。好了。抱一下好不好？